我想哦，市长的立场当然要照顾各阶层的人，这是不会变的。好，不是这样吗？我把它讲完，我们就换个时间。不，我刚刚只是计划。那一次来澄清，我会跟那个接的同仁讲，说我知道你们很辛苦，那你务必跟市长转达到。可以，但是我隔两天我们就打了电话，不是问的。他说我们所要求的，讲了一堆什么乱七八糟的话，就又把我们的问题丢到警察局去。可是当着中华媒体，他有说你们可以和平的到市长室来找我们谈，这谈性交易合法化，这是确确实实各大媒体都是有报的。这几位留英，他们已经要进去坐牢，他们不希望后面的人继续步他们的后尘。所以这才要跟你们谈政策，让这些台湾的性产业政策在台北能够有首善，有个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个正式的工作，可以不必躲躲藏藏。今天我们所做的病毒车手确实是不对，再次我深深的对大众社会抱歉，对我们做成的伤害，因为我们确实，因为我们的愚昧而造成我们今天要走上这一条不归路。我们是错了，但是市长呢？我们一次一次的澄清，你一次一次的躲避。你不要以为不是我们闹你们吵，今天是柯市长在四年内性交易的合法的这个政策，完完全全八字都没有一撇。我们到二楼把话告诉有权讲话的人。我要见柯市长，因为柯市长十四号叫我们不要抗议，我们现在就来见他了。我们要我们和平解决，所以我要来市长见市长。是麻烦大家移驾到二楼把话讲清楚。大人麻烦我们到二楼好吗？重点是可不可以进去市长室见到柯文哲市长？你们要几位到市长室？好，你现在跟我们打官腔，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就可以下去，但是我必须要很清楚的讲，我们你先不要讲话，我们来到这边就是要来市长室见市长，这个是柯文哲对外清楚讲的。那我们今天很清楚，就是来市长室见不到市长，连市长室都进不去，十一楼电梯按不上来，要等十二楼这样子走下来。为什么不能从十一楼坐？你让老人家坐电梯嘛，好不好？你让老人家，我们年轻人坐电梯。下去啊，对，不是，好不好？市长说一套坐一套。柯市长说一套做一套啦，要我们见面，结果我们拿楼梯来见。你不要推啊！你不要推，你不要推，你不要推，你不要推。年轻先走，先走好吗？我们老人家再来帮忙好不好？老人家已经先走了。好，先走。你们长官就是这个样子，真的是很夸张哎。这边还有，喂，二楼是不是？对了，然后坐电梯，坐电梯。往哪边啊？请问，现在是要往哪里啊？他妈的，这个柯市长真是够可恶的，就是对媒体讲一套，实际上撒下漫天的谎言，欺骗我们，叫我们过来却躲起来，不敢出来面对。台北市市民是厌倦了蓝绿，所以才要让柯市长上任，结果呢？你不要讲，我如果了解的话，是因为上次在一个活动里面，那在是你说的啊，你听我讲完嘛，你不要太紧张。在活动里面，因为你去堵市长嘛，市长就说市政府有澄清的管道，你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到市长室来。我如果了解是这样嘛，他是讲市政府吗？他是讲市长市政府吗？他是讲市长室哎。他说不用抗议，来市长室我们都可以和平解决。你根本搞不清楚状况是不是？不管你要想怎么样，市长那一天不应该对外装的好像我们是突袭，我们好像不讲理，这个是对我们很不尊重，颠倒黑白，让市民误以为是我们瞎搞乱闯。第二个，他自己面对压力，他说有和平管道啊，到市长室来啊，所以我们今天是要到市长室去的。今天因为市长不在，所以说要来接见各位。那我们希望是说按照程序走。那你们如果说好，
要湖里面的同仁报告状况，我也可以啊。就是事实上对各位的澄清，市政府并没有说不处理或是怎么样。可以的，换个时间，可以打。我们等市长回复，看他这么忙，我们尊重他。可以打了，好吧？可以啊。是我们主动打电话给那个秘书处的陈专员，那是他，我们也主动问了。当他收到今天我们会，就是这个礼拜我们要跟市长是见柯市长的时候，他一直不给时间。那我们是面对，因为小玉在11天就要入狱了，那剩下的一点时间，他们这些老的留英希望可以好好跟柯市长有机会，趁自由的时间，暴露一生为一生在非法状况下从商是什么样的处境，并且是根本是希望柯市长好好面对性交易落实的合法化的这个公共政策要如何拟出来。你听我讲，每个人都可以见市长，市长也没有反对，可是你要经过安排嘛。所以12次这中间都没有安排。不，我们其实几天前不到一个礼拜前才来过啊，然后有递文啊。就这件事情其实好像都没有发生，这对我们来说其实不能只讲那一次。我了解的是，我了解的是你，但是我没有回我，我没有回我，应该是吧？提早。他们要求要这边要回我，直接你来回我。院长这边没有回我过，我们有没有联系啊？你们现在联系的程序在哪里？你算一下日期算了没有？说体重，就是我们回我的时候有答应他说今天要见，没有答应，没有，没有答应，就是还想要买张，没有吗？这个文吗？不是，那个是回那个简单事，没有，我了解的，我跟你讲，我跟各位报告，就是说上一次他跟见市长，市长说指导室以后他有个承接进来嘛，那我们回我嘛，我们回我里面啊，大概有把那个整个我们办理的情形跟那个自治村回文，我知道是这样。但是至于见不见，那个公事是我批的。我跟他讲说，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见，然后再跟他再联络。我知道是这样，我的文我是这样写的嘛。得形成共识。第二个，我们要去修法。第三个，修法的时候我们会去讲说地点的设置要经过讨论。我很清楚的，我跟你讲，我不管是市长在总执行或怎么样。还是回答一下，就是说他们想要见市长，那未来你们打算怎么安排？啊，见市长当然对市民来讲，他见市长他是他的权利，我们没有反对，但是就是说你可以按照正常的程序，那我们来安排市长的时间，那可以啊。一个正常要见市民要见市长的正常程序是什么？你可以说一下。你可以就是把那个你刚刚一直在说正常，我了解的是说没有关系，你。我了解了，你团体要见市长，你就写啊，对吧？写个文来，那我们就会安排啊，这个没有问题啊。所以他们之前有要求过，就是你刚刚说，就是他们要求，然后你们在跟他们约时间，那他们之前已经要求过，但是你们目前的回问，你都是没有说要让他们见面，是这样吗？他们说他们有递文，他们说他们上次来有递文，他们说他们上次来有递文，所以他们什么时候可以跟市长见面？所剩时间仅2周，请市长尽速给出本周一见时间。但他没有讲哪个时间。那我们的回文里面呢？这个有回文吗？不是回文是还没回文。我还没有，10月还没有回文。我了解10月30号以前，我还要 check 一下。有机会吗？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市长的行程不是我安排。